参加饥饿三十这活动很有意义，然后难得做一件对世界有帮助的事情。企业不只是经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，要关怀需要大家帮助的人，要让大家了解世界上其实是有这么多饥饿的灾民。经验体验这样一个饥饿的行动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而且很难得的机会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集合我们船上的义工，然后一起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，那有点像是由世界来支持这个世界。这个饥饿三十的体验，那这样在付出我们的爱心的时候，我想会更长远，更能走得久。需要被救助的家庭啊，越来越多，让我们一起去帮助急难的家庭。体验饥饿在手船，秀船勇士。来，客户
们希望用车主的热情，把这些爱把它传播出去，帮助这些贫困的小朋友。今年真的很感谢我们，在高雄地区的咪咪吼，你们能够这样子来协助我们，这样企业的一个观念能够推广在高雄地区的一些企业一起来响应吼。For starving children. Maybe they're not short of food, but maybe they're short of specific foods. This is a small way which I can be a part of helping these people.Hungry, but it's okay. Yeah, I feel okay. I 深深地相信一句话，就是如果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面看见上帝的恩典。8月15、16号在台北，在八月十五、十六参加民国体育馆，一起参加今年8、15、8、16的大会。大家今年一起加入我的行列，是在8月15跟16号呢，到林口体育馆。今年的8月15、16号两天。在8月15、16两天。我是王力宏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第20届的饥饿三十，就是在林口体育馆，8月15号跟16号。